那我们啊，封装完之后有什么作用啊？记什么作用呢？看到这是地址页面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个人信息页面。你看个人信息页面这边需要显示基本信息，对吧？那么这里面呢是显示这个用户名，哎，这要显示这个联系方式和这个联系地址。那我们在这里面呢，哎，这个用户名呢，我们就显示这个登录的用户名。那么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呢，我就显示这个用户默认的地址里面的这个联系方式和这个联系。 地址，所以呢，你在这边你就可以做了啊。找到这边，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 view 里面的这个 user view 啊，user view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，对吧？个人信息里面呢，我们其实呢就是需要呢去获取这个用户的默认收货地址，那么还是用我们刚刚写的这个。 方法啊，首先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之前呢，我先要拿到这个登录的对象啊，就 U s r 等于我们的 request 点 U 啊，然后获取地址就 address 点 objects 点 get default address，然后呢传入这个 U s 啊，最终给你返回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好，返回东西之后呢，下面的历史浏览记录我们先不管啊，把这个地址呢，我们最终是不是要传给他，对吧？写上这个 address。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 address 啊，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 address。好，你把它传入模板文件之后呢，在模板文件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呢去做一个显示。那么往上看，找到我们的这个用户名，对吧？用户名这边我们要显示登录用户名，我们可以在模板文件里面呢直接使用这个 U 的点 U 的内码、啊。那么联系方式，对吧？这些你要做一个判断啊。比如我在这里面，如果这个 address 它有的话，对吧？ 给它写一个东西，没有的话，else，else else 的话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end if 啊，那么在下面呢我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啊，在这里面直接写一个东西，哎，写上一个东西呢叫做联系方式，哎，这里面呢就写一个，哎，我直接打一句话啊，else 我就打一句话，无默认啊，无默认联系方式啊，无默认，哎，无默认啊，这个。 无默认，哎，这个我也写,写一个啊，叫做无默认，OK，哎，在这里面，好，有的话，对吧？我们要做一个显示，显示的话我就在里面去显示它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address，phone 对吧？然后呢再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address，啊，address 点 a a d d，啊，好，那么有了它之后呢，下面呢我们再点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看一下啊，点一下我们这个页面。 然后你在这边，你去点击这个页面啊，点击这个页面，直接呢，一敲这个，回车，哎，看到登录用户对吧？他，那么联系方式呢，就是我们添加的小王这个地址啊，也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这个地址啊，小王电话呢是他哎，这个联系地址地址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市昌平区啊，北京昌平区，好这样的一个基本信息的一个显示啊，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用户中心基本信息的一个显示，下面呢。 还有一块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最近的浏览，对吧？哎，最近的浏览啊，这一块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就先把这个用户的啊这个基本信息呢，我们先去做一个显示啊，先做一个显示。